李先生，十二月又到了，你的学生一如既往地面对时空，与你遥遥寄语。每当我在跨国视频教学时，面对中国的学生，我传授你的教学理念和系统的教学方法，独特的音乐处理和艺术见解，和你对三弦事业不朽的攻击，讲述八十年代你在上音教学时严师如父的教学风范。1983年，你送我到北京学习北方说唱大鼓，你把我托付给了中央音乐学院三弦谭龙健老师，并住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园里，强调与白凤麟老先生学习京韵大鼓丑末寅初、梅花大鼓黛玉悲秋、王直的三番独奏曲。在京学习短短的三个月里，你多次与我书信，叮咛我在京的学习计划和为人处事。徐凤霞同学，来信收到，谢谢。此次赴京学习来之不易，又碰到谭老师、王老师这样事成帮助你，请珍惜。学习上，我相信谭老师，坚信你们师徒能合作完成学业，因此没啥可写的。只是生活上，我担心你不适应，衣食住行、待人处事，事事要注意，一切都听谭、王两位老师。北京是古都，应该玩玩，但最好学习完成之后再去大玩三天。目前只能上课、练琴、睡觉。看杨先生的《中国音乐史》，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练谭家曲。只有吃得苦中苦，方能得成功啊。吃上千万不要省钱，只要吃得下，尽量的吃，杂粮可以使你更健壮，不可因杂粮而减少饭量，有一定的量才能有一定的质。肉也要吃，早点要吃得好，吃得饱，午睡少一点，多了人要懒的。钱不够写信来，或向谭老师要，一切都由我负责。祝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敬礼，已83年7月10号。